现场尖叫声四起，喊价声此起彼落。所有人不敢相信，有10万美元折合台币超过300万的价格出现。原来商品是站在台上右手边好莱坞影星休·杰克曼演出的原味帽子，但眼尖观众发现这女子非同小可。全场吓傻，因为缓缓走上台跟休·杰克曼拥抱的是大明星妮可基曼，这是休·杰克曼近期参与的音乐剧《The Music Man》与慈善机构合作拍卖签名帽子，妮可基曼大手笔，让大家掌声叫好。之后，休·杰克曼也把完整影片放上网，直呼妮可基曼的慷慨让他说不出话，成为意外插曲。而近期，休·杰克曼受到关注的还有这篇贴文。PO 出与爱妻黛博拉·里弗尼斯合照，祝贺67岁生日，更写下这是我第28次和你一同庆祝这特别节日，你教会我许多事物，光芒喜悦照亮你的四周，真情告白立刻涌入粉丝按赞留言，模范夫妻令人称羡，闪瞎大家。 TVBS 新闻庄启源寻台北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